田心老师，礼拜四盘正，我们的安控三节手牵手锁涨停。老师，今天礼拜五盘又正了耶，盘又正啦，我的股票还是锁涨停呢、啊。哦，想了解吗？当然，看节目喽。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全投顾界最美的分析师，最会驾驭标股长辈股的老师，华冠投顾我们的甲板女神，然后呢安控女神，还有呢长辈股的代言人，华冠投顾刘元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你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来到了 Happy 的 Friday， 开心的礼拜五。来，你不要哦，指数放两旁了哈。对啊，股票摆中间，甜心老师也可以摆中间，也 OK。真的吗？站在 C 位，最大位的位置。来，昨天盘正，我们的安控三节锁涨停，今天盘继续的震。来，我们零二拉二的3128的深瑞一样，叮咚亮灯涨停板。来，六日又可以开心花、用力花、尽量花。哎，老师，你每天都送花给大家，哎呦，好开心！像会员好朋友每天都有涨停板可以赚，幸福人生就是要这样。哎。明后两天这个周年庆哈，买东西都不用看标价，然后呢花费由标股买单了，开心啊，用力花啦！再次恭喜会员啊，以及一路收听追随甜心的好朋友，越赚越多啦！哇，看到深瑞哇、哦，老师，我还没有去吃饭，他就锁死了。哎、啊欸，今天不到12点钟，哎，好快哦！哇，排队三万啊！有钱也买不到，排了30000多张。哎、欸，是，想买都买不到，买不到哎、欸。问题，你跟上妍希需要抢吗？不需要抢，滴滴的买嘛。哎、欸，标股手到擒来，涨停板天天有，排这么多来。哎、欸，我们会员，嗯，二字头对不对？是的。哇，三字头、四字头，今天飙到42.05啊！哇，这个波段。超过五成了，老师，再次恭喜啊，越赚越多了啦！有没有感觉舒服？哎、欸，好轻松哦！哇，台股有屡创新高吗？没有哦，台股这两天在震荡哦。哎、欸，是哦。啊，为什么我们股票一天天天都在锁嘞？因为有甜心的加持。再次恭喜哈！所以其实我常跟大家讲哈，来股市赚钱哈是刚好而已，可是最重要是赚到了获利。嗯，你该怎么样让你人生更丰富、更美满？对，就是要这样。所以我才一直提醒大家哈，把产业这一块看清楚。为什么说产业这一块看清楚嘞？来，你今天看到台股，嗯，各位又担心了。昨天震荡，今天震荡。不过呢，我前面的节目就已经告诉各位了，台积电往上跳空缺口有7个。嗯哼，每一个缺口都是什么支撑？对，包含台股也是缺口及支撑，缺口及支撑、嗯、有没有回？没有啊，没 有,、哦、沒有，让它震一下可以吗？可以，让它震一下后等待中小型股补涨、嗯、的行情可以吗？可以的，就这个概念，不要想太多，不要自己吓自己。这个自己吓自己，就像今年十月你已经被吓到了，被吓到过一次了，就是因为你今年十月被吓到，是好一波2000点，你又落掉了，没错，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常说不要去预设立场，就把产业这一块看清楚，看好来。那我现在告诉你以后，加权指数在这里震荡，我认为也是很好。为什么呢？近期后来消息是在讲什么？产业发展条例是不是今年底通过，明年初最快就要那个法规就要跑了、嗯、这个很多人都说是晶片法案嘛，台湾版的晶片法案，事实上其实没有这么狭隘哦，大家要去想哦，产业创新条例、嗯、是，所以产业创新条例后有用到什么人工智慧，有用到 AI， 有用到电动车，嗯，后很多这些，还有安控，还有资安的问题、嗯、这些后都会有税率减免的那个优惠哦，哇，那是不是换句话来说，在促进台湾所有的创新产业的发展？哎、欸，那又再加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艾斯摩尔来台湾投资，嗯，哇，第一笔的投资金额就超过300亿元，哇哦！然后呢，明年呢，美光哈、哦、几乎也是拍板定案，就是来台湾投资，嗯，国际大厂开始接连来台湾投资之后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明年
我们要赚大的，一定要。明年，我们看看有没有长辈股再超过今年，好不好？老师，你今年已经在2022超越去年的2021了耶！我说我一直期许自己哈，就是没有最强啦，只有更强。哎、欸，是我一直是这样期许自己的。老师要超越的永远是自己，我就跟自己比就好。好，那讲到现在震荡，对不对？来，铁粉私房菜。拿出来上课，拿出来压压惊了啦！里面是不是安控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提前送给各位，就是希望各位后趁股价有便宜的时候可以进场，趁股价还没创高的可以进场。这里面，铁粉私房菜有拿的粉丝好朋友，通通站出来。为什么今天即便台股震荡，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股票，来创新高，创波段新高！哇哦！再次恭喜大家啦！有来收取我们的铁粉私房菜的好朋友们，共同来做见证啦！所以我常说，我的操作是无私分享，对呀。而且呢，股票还没飙，我就送到各位手上。哎、欸，上上礼拜五直接给大家我常讲你会发觉我通常每一波的操作我都是让粉丝几乎同步。跟我会员进场时间几乎同步，那各位有没有想过？那你可以看到铁粉私房菜，我是11月11号给各位 的，今天已经18号了。那我还是拿出来告诉你什么？安控又叮咚了。对呀，这就叫什么？延续性股票的延续是上上礼拜给您到今天，股票还在涨停的。今天我想问各位你到底人生有多少次可以买到股价翻倍再翻倍的股票？哇，有可能人的一辈子都没有、买到了，我就干嘛把它印下来贴在公妈天涯旁边嘛？哎、欸，这种机会真的不曾有。我是说我坐在这里，我是一直要求我自己，记不记得我一开始坐在这个位置，爱普有我无私分享给各位，当时股价才50，是的，一波飙到了565，股价翻出了11倍，11倍普，股价翻出11倍，是的，50000块变560000好猛哦！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就是一直在要求超越我自己嘛。那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一坐在这个位置是爱普，对，我讲了半年，记不记得？有，我看到了别人看的不一样，因为别人都说他赔钱，对呀，我说他那个叫打烂肉，就像玉龙今年是打烂肉，打烂肉，是的，我有霸气一下子打掉我所有的这历年亏损，那你就要知道啦，他为何有这个动作了嘛？是的，所以我说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嘛，来，连爱普的老板有七杀命我都讲了嘛，对耶，这都讲过，所以我说延续性很重要，不是跟你小打小闹，小打小闹是干嘛？每天当冲隔日冲啦。冲来冲去，安能赚不这样？其实我觉得很辛苦在股市我是要成就我的人生，我要美满我的人生，我不是要把我的人生弄得很忙碌真的你可以冲来冲去，你竟然冲到昏头了有啊，你有时候冲来冲去赚到了，没有错啊，可能就是赚个几千，赚个几万，少的没有关系。问题是股价11倍，你就跟他拜拜了嘛？真的，你跟他没缘了啦。来，再来，隔年我给你蹲态，是的。我说这档我涨最慢，我说持股里面最慢的就是他，但是他股价翻出4.8倍耶！老师长得慢，正好大51飙到247.5飙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有了，有对不对？那现在很多人在说，驱动 IC， 驱动 IC。驱动 IC 你应该来问谁哈？当然问甜心老师啦。我最近有教你买3454吗？3545吗？没有，没有，敦泰没有没有哦。我看到的是产业的成长性，我不是只是股价在低档，股价在低档还有更低啊。你要看的是公司有没有成长性，对嘛？好，所以这个够不够有延续性？够有延续性。我希望我的会员好朋友。我的粉丝好朋友们能赚的是大钱，我希望能帮助你们的人生更圆满。我希望你今天在股市赚到的钱可以让你的人生自在许多。对，没错。不要一下子被老板骂，不要啦，还不知道怎么回击。啊，你就辛苦了呢。有时候底气够一点，是有时候腰要挺起来，底气够一点。为什么？真的不行，谢谢再联络。我干嘛？我靠我自己。对，我就是希望我的会员、我的粉丝通通有这样的底气，没错。好，所以你现在看到来，我一开始坐在这个位置上，我给你了11倍的爱普，有，我也给你4.8倍的敦泰，再来去年我给你10只长辈股，长辈什么叫长辈？各位，股价涨了100个百分点，翻倍的叫长辈，
100个百分点翻两倍，是翻两倍，200个百分点翻三倍，三倍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去年亚信、森达科、智元、是的、锦硕啊，很多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我去年的操作，2021年的。好，到了今年，嗯，今年后全市场来台股回落6000点。今年是回落六千点、哦，今年是回落六千点，我依然吼初心不变，坐在这个位置上，告诉大家，我还是拼命帮大家干嘛？研究产业，是寻找大盘回落六千点的黑马股，是的，所以。我做到别人所做不出来的，欸，你跟上甜心，你赚到别人不敢赚的，我就这样讲嘛，嗯，今年回落六千点，对呀，你有没有像我这样长辈股一样推得出来？就像耿鼎好了，已经三倍 哦，是哦，股价翻三倍喽，买的时候才一字头，12块多，嗯，冲到30，是的，好，那当然像建达、威盛、百言、宝瑞、金桥，这通通都是今年的，是的，是今年在你觉得没有行情的时候，在你觉得台股回了六千点，很多人叫你。做空，很多人叫你清仓的时候，我的操作又跟别人不一样了，又跟大家完全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常说，你现在去思考，当如果你是爱普，就跟在妍希身边。对呀，爱普、敦泰去年十全十美，今年六六大顺，六只长辈股都赚得到。啊，是不是越早来赚越多？哎，你早早跟上了，好朋友，哎，这些都是你赚得到的哦。我要跟大家强调，还来得及。如果你还没在我身边，还来得及，因为我已经跟你预告了，来。台股的条例在改变了，对，没错。然后很多国际大厂要到台湾，哈、嗯哦，来创业、来投资、嗯。明年我们要赚大的啊！一定要赚大的来，像近期各位知道、嗯、这一波台股反弹是2000点，我是干嘛？窄板赚不够，哎，板卡赚来的，板卡赚不够 ，IC 设计赚来的。各位，你看一下 IC 设计，哎呦，赚到翻天，老师都快倍数翻早辈股了嘞！创意来，当时各位看一下我的成本在多少？407，407。会员讲得很清楚，对，没错。对不对？有哦，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创意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又继续的外资来，不是不是哦，嗯、今天更好玩了啊、哦！外资出具报告，看看多创意是目标价拉到865，重复一次啊、哦，这就代表你看外资报告，你可以买在你买在750、760，你跟上妍希，你的成本才407、400左右附近哦，哎，你也差很多哎、欸，老师没关系啊，看你想要做哪一个啊。跟上甜心呐、啊，看看谁。我就希望说大家要有这个比较嘛。是外资每次股价都已经来，我的创意都已经快要变长辈股，已经86个百分点。啊、他现在告诉你，他目标价850，他现在喊800多。哎、欸，我们的成本价在400左右。为什么他400的时候不出来喊嘞？啊，看不懂吗？啊。好，那再来哈，深瑞有没有看到今天安控族群一样在发威哦？有的，有没有精锐超级强、嗯、还是抢强棍、嗯？有的，深瑞呢连二拉二嘛、嗯。那天月电呢？我只跟你讲四个字，嗯，由亏转盈。最你剩下的不要问我了，这些秘密我到影音去讲。好啊，好啊，这里面最妖的，就是天月电。哇，老师直接告诉大家了，所以今天我还是再次邀请大家，因为近期粉丝太开心了、嗯，尤其是这两天震荡、嗯，我的深瑞是连二拉二，是的，很多粉丝在赖后台后就说：“妍希啊，你那个优惠啊，又把碗给敲破了。”老师，优惠可以再给吗？我这里讲一下，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把公司那个要涨价的那个状况压了很久了嘛。可是其实事实上你也知道，现在所有的物价都齐涨、欸，包含房租齐涨、人事齐涨，通通齐涨，不是我压就压得住的。没错。那但是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吼那个希望，是就是这一档，嗯，就是这一档活动这一档 ，double 赚赚 double， 这一档你买到。哦，绝对是赚到，因为我已经开了1+1无限大的专案、嗯，这个专案是你以后看不到的。嗯，好、哦，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哦、明年，嗯，哦、再度赢在起跑点的好朋友，轻松跟上咯。来，亲爱的老朋友，来新粉专案活动呢，这个优惠专案活动这是开外挂的哦。哎，真的优惠杀很大，不仅要让你加倍赚、加倍幸福之外，还要给您加倍获利。在甜心身边，长辈股就是一档接一档的赚。在2021年十只长辈股， 2022年在您觉得盘不好、盘拉回6000点没有行情的时候，我们还有六只的长辈股给大家。所以早来是不是早赚？早跟上，让你赚到发疯。新粉专案活动1+1无限大，务必来电做把握，错过就没有喽。广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
迎收听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亲爱的朋友，你电话拨通了没？这次的优惠专案活动真的是史上无敌，霹雳杀很大，而且是开外挂的新粉专案活动，给您一加一无限大。光看到这三个字“无限大”，你就要手刀赶快跟上脚步了。而且呢，已经跟上的好朋友真的是满满的感谢，因为呢，我们让他的获利真的是除了把他之前呢，亏损的赚回来之外，还倒赚，还重复的变成正的，你看看。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开心，真的啊！我觉得哈，会员，我说过，我不是只是赚钱，嗯，后赚钱只是我的附加价值，真的。我希望说，你可以看哦，他说靠老师，我真的觉得很幸福，没错。哦，我看到这个对话哈，跟会员的对话，我很感动，是因为我们在拼的是什么？财富自由，我们在拼的是翻转财富，哦，我们在过的是美好的人生，不仅成就你的人生，圆满你的人生，更幸福您的人生呢，啊？我觉得是这样，对呀，哦，赚钱那只是个数字，嗯，没错。可是重点是你怎么样让你的日子后越过越自在，嗯，越过越舒心，没错。所以就像这个会员哈，当时他当然会有一点后觉得会费，嗯，那其实哈，你可以看一下他一个月获利。好，重点半个月他回本了，短短半个月就可以回本了，所以我说会费不是真的不是问题，不是我的重点，嗯，所以我才会开这种无限大，是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讲太优惠，我怕被人家羡慕请喝咖啡，我怕是这样，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我要的只是那个会员好朋友在我身边，日子可以越过越好，这只是我的初心，因为我就是这样，我是平凡的人生，嗯，我不是平凡的家庭出身，嗯，但是我的日子到现在已经是越过越好，对，我已经很多时候是不用太看标价，我觉得这样就很自在了，对呀，自在了，嗯，那再来你可以看哦，下面这一个会员，嗯，你可以看他说哦，我从一开始加入高阶会员是10月26号，就在我告诉你台积电有没有记不记得10月26号我告诉你台积电回神了，嗯，有的这边嘛，嗯，回神了吗？我很记得嘛，有还特别提醒大家您回神了吗？而且台积电我无私分享375380的支撑，我要帮助是全台湾150万人次的股民，100块钱的价差随便赚，随便啊，真的还看不看好？哎呦老师，这个会员从这个会员，你可以看10月26号到现在才半个月，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还不到。嗯，他说老师，我还在参加的时候，我整年度的绩效其实哩哩啦啦是-56万。我在我最难过、最害怕、最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觉得找到妍希，我好像拉住一个浮木一样，有没有？我就是拉住一个浮木。为什么他损益从-56万，对，直接到现在翻正了，翻正喽，是翻正的，直接翻正，有的。所以你看看，我要大家是哇这样子的开心，是我要大家就是真的吼，把妍希放在身边，因为我是把各位的钱当自己的钱，你来找我，我也不会乱砍你手上的股票，没错。但是我要告诉你它的成长性，你才有持股的信心。我常讲长辈股，长辈股，像平话讲一句，长辈股代言人真的有这么好做吗？真的很难。我跟你讲，太多人把长辈股赚个3%、5%就走了啦。哎呀呀，太多人了啦。后面的好，都赚不到，都跟他拜拜嘛，对呀，就拜拜了，塞又那啦了呢，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吼语重心长的提醒大家啦，我希望大家吼在这个很好赚的股市里面可以翻转人生，一定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新粉专活动呢，直接帮你这个开外挂吼，活动内容开外挂，一加一无限大，跟越久赚越多，我们当然要跟上甜心，咕咕等等赚的长长久久，获利久久。新粉专案请您务必手刀跟上脚步咯。节目中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赚不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周末愉快咯。 YT 频道的好朋友下周见咯，拜。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